好，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新绝代双骄三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右上角的 QR Code 是大社赖社群，那可以欢迎大家加入。那加入此社群呢，一定要遵守版规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在一开始的进入游戏之前呢，我们先要回答几个问题，才可以帮江无缺跟江小鱼配对一下他们的老婆。决定未来漫漫时光中错综复杂的姻缘如何继续？好，这边我试过哈，全部选一，就是我要的。然后这边那个问题是随机的哈。所以我全部选一，有可能不是我原本试的那个老婆。新手上路，难易适中，我们选难易适中的。靠腰哦，这样是铁心兰跟何露，那我要重来。然后我们选择何露跟苏英，好，这是我们要的，没错哦。喂喂喂，大哥，你这次是不是来早了些啊？你可怜的二弟在这酒都喝两壶了，一个人喝着闷酒的滋味可真是快活啊。对不住了二弟，云儿哭闹的紧，耽搁了一些时辰。哎，大哥，你这样的说法可真是令人伤心啊。很显然的，和咱们半年一次的相聚相比，你那十月大的可爱儿子江云就重要的多咯。二弟，这正乃愚兄的不是，愚兄自罚三杯。哈哈，大哥，你还是一样的脾气。算了算了，看在你喝酒速度变快的份上，被我带话的份上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多谢二弟。哎，又来了，咱们兄弟就别这么客气。对了，大哥，你听过筹黄殿吗？至于二弟所读相的后，愚兄又不再过问武林之事。二弟此时提起，莫非这个组织的人得罪了二弟？哈哈哈哈，大哥，你在说笑吗？我小鱼儿乃天下第一聪明人，谁敢惹着我？我可是有6423种方法可以整他活的比死还难过。二弟所言极是。就这样，没想到大哥还跟以前一样简洁有力，这叫我怎么把话接下去啊？我听人说啊，筹黄殿自从咱们退隐之后，便迅速的扩大，不少的武林人士都受这些王八的迫害。如何？有没有比较想听呢、啊？二弟可是想重出武林？哇，以下的切中要旨，真厉害！这和我什么关系？我管他什么筹黄殿还是喽啰派的，只要不碍着我，我才懒得管呢。接下来你一定会说，二弟，你如此说我也是太过无情了吧？二弟所言极是。诶，怎么还是所言极是？这反应好像不太对。喂，大哥，喂喂喂，大哥，云儿现在恐怕仍在哭闹不止吧？啊，
是啊，咦，二弟，怎么突然？我就知道，大哥的魂早就飞走了。二弟，哎，算了算了，大哥，你还是回去照顾云儿吧。二弟，可是方才你提到的筹黄殿，哦，不错嘛，竟然还记得。好，我知道你的心意就够了，大嫂在家中等候着吧。二弟，回去吧，反正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，方才在逗着你玩的，快点回去吧。好，愚兄告辞。大哥，下次见面的时候带大嫂及云儿一起来桃花谷吧，丫头成天都嚷嚷着要见你们呢。哈哈，我明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再会二弟，赶快回家抱小鬼吧。王子请留步，先生有何指教？公子骨骼十分奇异啊，尽管扎心造命，但是至今仍不曾受过饥寒之苦，只有小人不断让你始终遭到欺骗，即是险些错杀忠良。这倒有些意思，公子想不想继续算算未来的事呢？神医不可测，先生的好意将我心领了。诶，公子对其与其避凶之事毫不在意吗？冥冥中一切自有定数，我江某行事竟然抚养无愧，即便有灾祸也是上天与我的试炼罢了。公子真是有道之人，我就不多言了，既然萍水相逢，我赠公子千丝一首聊表心意。江某洗耳恭听。蛛网不语，张雨雾来，可妻怜妻儿三分满，咫尺相见不相识，待望鸡鸣借云开。听这诗情的含义，分明暗示我有江湖恩怨未了，又有当心。但是，我还有什么恩怨未了呢？群山飞雪，莫非诸位朋友也和江某一样，对这俊峰雪景起了兴致？只可惜，此雪景已染上杀伐之气，原来的朋友只怕要失望。哼，我这死活的家伙，你可知自己此刻正踏在地狱的边缘？在下自问与诸位并无怨怼，朋友们，是否找错人？废话少说，江无缺，带着所有的疑问到地狱问阎王去吧。我可以用药物哦，对哦。哎，好像不太痛哦。后排的敌人，然后先把前排打掉，才可以打到。他什么属性的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这些人究竟从何而来？莫非无论如何得先赶回顶峰仙云寨才成？好，好，这边教学哈。漫天飞雪的气候，武器中属水，水上的招式在这种气候中相当有明显的加成作用。一口气打倒对手，到仙云寨吧。好，就是简单教学一下，有天候跟属性的差异。
所以这边就是用五岳卷诀跟连晋掌。老实说啊，三代的战斗其实是很过瘾的，我觉得啦。星云剑法是水吗？啊，想撤退啊！啊，就是这样。到此为止。在下江无缺，不知夫人应何阻挡在下去路？像火一般的双瞳，这位夫人更然并非中原人士。仇恨如火，求他如此煎熬，我能为他做到，却也只有这件事。夫人若不愿言明，在下也不敢多问，只是在下尚有要事在身，望夫人能让路便是。九重方外天，无边无尽地，蝴蝶运生梦，名之为太虚。夫人，去吧。这里是？究竟发生什么事？为何不见方才那名红衣夫人？四周蓝雾弥漫，景象奇异，我究竟身在何处？好、啊，公子，你去哪儿？公子，你怎么又出事了？你忘了，这便是我们家。我们的家？哼，是啊，咱们远远的家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。何妹，无缺，我辛苦栽培你16年，没想到最后你竟然联合万人来对付我。师父，哼，你还当我是师父？你可知我一看师命之行，在移花宫是如何处置的？徒儿。不，就算是万刃入心之刑，也无法消除我这20年来所受的苦楚。月奴那剑背，连死都要让我难受。师父，请你不要毁入仙母，你帮那剑背说话。哈哈哈！你们身上果然流着同样的血，剑种就是剑种。住口！无缺，怎么了？来，让你好好看看你。好孩子，都长这么大了。爹，娘。好无缺，在这陪娘说说话吧。你看你爹，看到你不是多高兴呢？爹，孩儿不孝，孩儿险些杀了自己挚爱的兄弟。男子汉知错能改，你就多留在这陪陪姨娘吧。对了，爹娘，孩儿想让你们看看我的妻子。爹，娘，难道这些都不是真的？那我究竟在哪里？公子，你怎么要发呆？我们不是说好要永远生活在一起的吗？难道公子又要离开我了吗？不，何妹，我……公子要离开何路了吗？不要何路了吗？不，我……你是谁？你不是何妹？
公子不认得我了吗？只要在这里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啊！不，你不是，你不是何妹。这一切果然都是幻象。那红衣妇人是何人物？竟有如此神通之力？有法必有破，无论如何，得尽快离开这个充满幻象的地方。指路石，是谁偷走我的指路石？就是你这个满身疮痍的凡人吗？指路石，江某不明白。有了指路石，就可以明确指出太虚异界的出口。你这满嘴谎言的废人，还我的指路石来！一打四呢，不觉得这个配音很适合那只鸟吗？好，解决。好，有指路石了，所以我们可以顺利走出去喽。是那名红衣夫人，敢问夫人，这下究竟身在何处？此地莫非是夫人所创之境？那位夫人似乎未能听见我的呼唤，想办法到达夫人所站之处吧。好，指路石碎裂了，看来江某并无拥有这个宝物的缘的福分。五十还好啦，很多实况族都比我高很多啊。好，我明天回工作的地方试试看。我排列一下，要站这个位置吗？应该没差哦，我想站这里。玩心二，你说我吗？之后吗？欸，先帮我把前传玩完好不好？我还有前传欸，还有楚留香欸。秘境没办法打，秘境没办法打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只要不要宕机就好了。奇怪，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？难道红衣夫人也仅是虚幻之相？心有惑者，无知阴卵，奴又何须吞离太虚之乐境？吾等之辈，本应栖于如林之地，为吾之死，为吾之魂。如无世界法，闯圣坛，扰吾梦，吾将遭天罪灭如。这应该念咆哮。人心至清，将我无愧于天地，亦不为鬼神之所。若阁下执意苦苦相逼，江某也只得回礼于你。哼，吾等等卑职之礼，亦妄想于吾争锋。定行，吾将化炉为太虚之形，万死不生。哇，他腹肌好多哦。那腹肌很多很多块，催命，我干好强，好痛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冰心嘴，为什么我没有冰心嘴？烂死了，我竟然没冰心嘴！
这个是鹿吗？对，是鹿，鹿的身体。五千四，幸运剑法五千四，我很羡慕，我想要腹肌。我一直有在练腹肌哈。你要写那么多？哎，还好江无缺有反击。啊，真假的？就那我可以练了。江户就是配角，不用冰心拳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这样没有中文原作啊，这样不可以吧？人家写太多了吧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哦，小心写下就一个。啊，没事。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哎、欸，愤怒，刚那个是愤怒攻击吗？我靠腰嘞！好，赢了。速度加速度，速度比较重要。啊！无字平，太虚之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居然能破解我的太虚之法，夫人。夫人的太虚之法的确极无破绽，只可惜在下心有所系，只得拒绝夫人的美意。为何你会被幻象迷惑，做着永远的美梦，不是很好吗？在下也掌握幸福之道，又何须这般不切实际的幻想？捉住幸福了吗？那就不要，松开你的双手吧。究竟啊，娘子可还安好？我得赶快回到封顶台城。你们究竟是谁？你该不会连鼎鼎大名的抽换殿都没有听过吧？哦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我瞧你一定是被女人给迷昏，真是可怜呐、啊！那也不是他的错，那个女人长得实在太标致了。你说什么？娘子在哪里？你们把我娘子怎么了？快说，娘子怎么了？你只和刚才坠落山谷那个女人吗？哎，真可惜啊，这个标致的女人。哎，是啊，就如你所听到，那个女人正用她破碎的身躯，在崖底向你发出呼唤的喊声呢。你知道吗？她坠崖时发出的叫声，简直烧到骨子里啊！直到现在，我还……住口！住口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啊！江武却疯了，大家小心！居然还杀一个毫无怨仇的落灵之为了，你们不配苟存于世间！我要杀了你们！觉悟吧！
好，打印。为什么，娘子？公子，你看，这里就像仙境一般漂亮。我们总以为梦想中的仙境是在遥远的那头，其实说不定就在我们心中。公子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听到你说要和我永远在一起，我好高兴。瞧，这是我绣给你的荷兰，上面的白色荷花是你，而我是旁边小小荷叶上的露水。公子，你看，这孩子正对你偷笑呢。取什么名？你记得吗？第一次来这的时候，我说，远处的山烟就像梦中的仙境，就叫做云吧，像云一样纯白率真，像云一样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公子，你瞧，云儿笑得多开心，她也喜欢这名，江云，江云。不是说好要永远在一起的吗？回答我，回答我，回答我，娘子。何必呢？为什么人总是学不会面对现实？什么人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不过是个从地狱回来的男子。搓环殿，娘子的事，就是你下的手。放肆，竟敢对殿主无礼！殿主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以你的血，洗尽娘子的怨。要这么快就爆挂吗？这样好吗？既然我们都讲了，那我可以讲了。他是江玉郎，好痛哦！不是，你小兵血怎么变那么多？这是18年前的了，很远哦。有时候很难私下练功啊，你懂吗？因为我们开台的时间就是我要练功的时间，那这样子我开台的时间就会变很少。有啊，18了、啊，这是2002年的、啊，18年的、啊，没有代练这种事，就只能开台变练功了，就只能这样子。我先把内力耗掉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我记得还要打一场。
江无缺，你就只有这么一点能耐吗？有什么遗言交代的吗？今日江某誓将大开杀戒，以及王妻在天之灵。分怒计。明玉宫古镇非同凡响。江无缺真的想杀了我吗？废话别多说，拿出你全部的实力吧。Hello, Justice。敌不过明玉宫，明玉宫果然名不虚传。说出你的遗言吧。的确，杀了我，你就能替你心爱的娘子报仇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也许你先该看一样东西，再做你的决定。婴儿，放开他！聪明如你，应当晓得该怎么做吧？放了他，我便随你处置。悔恨吗？为自己的无力感到悔恨吧。放了婴儿。哈哈哈哈。现在的你只是个无法改变事实的无能者，你说我有必要听你的话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别急慢慢的你会知道。哈哈，可爱的小小虾，你那天下第一聪明的老爹就要回去咯。怎么会？这种不安的感觉是大哥。这是大哥送给嫂子的定情玉簪，这沾满了血迹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哥呢？大哥呢？大哥。啊，这边是长喊啊，没办法啊，这边没办法，我在家里不能长喊大哥。然后我们游戏正式开始了。8年后。